你要跟我说，希望我就是有练习我的舞步啊。明天是那个花舞节，今天的信应该也是讲明天的事吧？Pom，他喜欢的东西是这个仙人掌，给他吧。哎，好嘞，哇，一个谢谢，这样，哼哼。这样开心，哇！这么有，第一次看到诶，他竟然带这些老人来这里。哼，其实我是要送东西的。医生他喜欢那些果酱那些东西，试试看。啊，favorite thing，你读到了我的心什么思想啊？他们。这样努力在这里运动吗？做什么？全部，哼哼。Exercise，你看，Money smell at you。他没有讲话，不过他在那边微笑着嘛。我们给东西给 Robin，他喜欢的是这个羊的 cheese 啊，因为在这里我最搞是他。所以最容易抵达八颗星了。我的目标是要抵达八颗星，至少要10个村民。哼哼，而且是今年一定要达成。黑莉竟然喜欢 coconut，没有想到。哼，因为他以前送给花他是不喜欢的。哈哈，竟然喜欢椰子啊！其实有一个东西我一直都没有去做，就是这边，其实是可以打掉的，现在才懂。哈哈，这里有一个人在卖东西，他叫什么？Rafa。哇，想什么话？Toxu totan snot, toshi totan to us, toshi totan sai op, toshi totan oi liton 啊，很深奥啊。到底要卖什么？怎样去激发到它？没有吗？不是卖东西的吗？原来我们是要在这个山洞拿到一种书卷，就是然后拿去给那个巫师，他就会让你就是了解他们的语言了，哈哈。然后呢，才可以跟他买东西啊。没有错的话，Sam 哥他也是喜欢这个仙人掌。这个 collection 界面呢，第一个就是说 item ship，你有就是运输过什么东西？总共是2页，其实有很多东西，一些最简单的东西呢，我之前都是没有送过的。现在给大家看看，那你看那些泥土啊、木啊。草啊，其实都可以寄的，所以这一次我就一次过给完它咯，因为就是要去快点完成这个成就这样了。好吧，我们将所有都放下去，放了下去，现在看一看了，应该是明天会显示。这就是今天的这个界面了，你看多了很多东西一下，啊，就是这样啦。这个是不是？哦，第一次拿到这个 real bug，上一次去年应该是没有这样的东西，而且好像等了很久才有这个。我们来了，花舞节，再一次的来到，看看呢，到底会有什么东西？哦，Pier 也是有卖东西，我都忘了。看在现在有钱，我们就买一个当做收集了。Raycraw，哼哼，好的，来问问看，Lia。Yes, dear。啊，阿斯利亚跳舞了，终于，就是我可以，就是什么啊？Get ready, you start. You wanted to dance. 哈。他在乎我跟谁跳舞啊？应该是，我相信其他人的对话也是一样的。这些，
开始吧，问问那个村长，因为其他人其实所有刚才也问了一篇。Well, should we start? Let's start. 这一次终于有我的参与啦，哼哼，啊，在中间的，这么我特别高了，前一步而且还要穿到这样，特别显示我是农夫吗？其实他们每个人有一些都有那人际关系的，那村长跟这个 Money 啦 ，Clint 跟 Emily， 这个是谁啊？这个是他老公啊，今年会有出现了。然后其他人都是应该一样了。好的 ，That was fun. Time to go home. 哇，竟然拿住这个，拿住这个、啊，哇哇哇，很多东西都好了。今天终于看到兔子的毛啊！哇，我们要来制作这个 room， 也就是将毛变成布放这里啊。哎，应该放这里，因为兔子是这边的。今天我也买了这个桃树，也就是夏天的果树了，因为我要在夏天的时候拿到一些果，就种在左边这里了。哎，不能吗？太接近哦，它立刻有血了。原来还有血的，所以现在我才能放是吗？由于那个鸡舍目前会自动去放那些饲料，所以我打算再买多一只这个兔子。就是因为有12个位，我认为每一种生物。三只这样其实是最好了，虽然鸡现在有四只。OK， 阿纳三，然后再买多一个鸭子，买多一个，三个鸭子 OK 了。Sebastian， 我觉得我也要将它定为送东西的对象之一，因为他要的东西是这个三鸡蛋了，几乎每天都可以拿到了，所以。比较容易就是去得到他的那个 love， 原来是这样转的哦，放进去。今天我们要送东西给这个黑人，他喜欢的东西是 strawberry。Wow， this is amazing， 因为我们现在是有这个东西了，草莓，所以就可以大量送他。这个就是布了，第一次拿到。Cloth， 今天我们来 Oasis 这里送东西，因为我要将它也设成我要送东西的一个对象。他是唯一一个最喜欢花的人了。那刚才他有说，是因为这里没有花，哈哈，在那个新肉谷的 Stardew Valley 咧，一般人对花都是所喜欢罢了，没有所最爱了。除了这个人，今天应该是我赚最多的一次，20000块，因为我将很多农作物都卖掉。Queen of Sauce， 新的 Queen of Sauce， 幸运的午餐啊，什么鬼啊？这样都有吗？在春天的最后一天，做了4个这个 cat， 应该是可以瞒到对面去了。这一次，一。哎，没有啊，刚刚好啊，哈，刚刚好15个，我以为这里也可以放，没关系。下一个我要做的就是这个吧，这个 iridium， 就是用 iridium 来做的那个胶水的，因为我也是要做到不用做到，就是最好就是不用每天浇水了。我发现呢，这个东西做不到我想要的那种形状啊，就是浇水方面不太对，所以就将这里又变回原本的模样。这里就另外再做分开这样咯。你看，时间已经9点了，今天就是在弄这个东西，临时抱佛脚，最后一天才来弄。夏天第一天要做的东西很多，先来砍完这些东西。砍完这些烂掉的农作物先，
我们今天又来了沙漠 Oasis， 要买夏天的这个做酒的种子。好的，也是24个吧。以我现在我都是种24个为主。哇，贵了。嚯，我钱一下子扣到厉害。就是我现在本来昨天是有 24K， 那刚才我已经在那个 Pier 就是新肉谷的店买了一堆了，因为夏天的东西比我想象的还多。我不知道第一年有这样多吗？好像没有这样多，非常夸张，而且很多都是要十多天才有。你看这个14天，这个11天。为了让我那个西瓜可以种得好一点，我觉得要买一买这个就是品质好的肥料吃料。150块，看一下我买到多少，其实应该不太够钱。哇哇哇，没有钱了，9个，我已经尽力了。首先要种的这个是 radish， 也就是水萝卜了。再来就是蓝莓Blueberry， 这个是 hot pepper， 辣椒。现在这个才是 radish， 不好意思，我说错了，这个才是萝卜。第一个应该是 tomato， 番茄，因为它们两个都是红色。再来这个叫 hops， 好像是酒花，它跟那个春天差不多了，好像每一个季节都是会有这样的东西的，就是用这些木来支撑这个植物。接下来到比较高级的这个西瓜了，刚才说的 melon， 下一个就是重量级的杨桃了。Oasis 买的那个东西，哇，它原来是浅蓝色的。最后一个我就种这个卷心花，其实现在我还差一样东西，种不下去，一束熟，这样我要怎样呢？因为已经填满了整个农田。level 10哦，这个是 foraging， 要我选两种，一个是左边 botanist， 就是野生的植物永远是最高等级，第二个是讲它可以让我知道那些东西在哪里。我觉得最高等级比较好吧，因为 tracker 是让你知道那些地点，不过有时候我也是就是没有去拿。反而如果我找到是每一次最高，相信会不错了。左边了，夏天屋子会有很多苍蝇，没关系，我会去弄的。哈哈，太好了了，真的见了苍蝇吗？我看看这些花是不是全部都金色。那刚刚拿到一个也是金，再看第三个，哈哈，全部都是，非常的好。这就是海边拿到的 clam, oyster, coral， 全部都是金来的。最后一个农作物，这个艺术书我先暂时放这边吧，因为那边已经不懂要怎样发展。然后刚刚也做了两个这个自动浇水，等下要再做多一个就完美了。刚刚我在犹豫到底要放什么东西进去这些 cat， 那其实呢，在我们去拿那些野生的植物呢，其实有一些东西它并不是写着 forage， 而是写着水果，好像这个 salmon berry 拿了300多个，我觉得是可以放来这边了，做出来也是好了。如果拿去卖，它应该也不值钱，而且也没有做不到任何食物，送人也没有人要，就这样吧。哇，这么这样了。你觉得新的这个壁纸觉得如何？他选的这个屋子比我的旧家更美，这个以前听过了，不过没有想到这么这样，难道小孩大了的关系是吗？哦，真的大了，嚯，这样的整个人拿起来，而且他跟我穿绿色的，真的是妇女装，哼哼。这个城夏天也有收成了，只是我不知道它应该是每天有一粒吧，因为昨天我拿的时候有两粒，第一天的时候我没有拿到了。
那个山鸡，因为我将其中一个蛋拿去孵。哎呀，山鸡是什么名啊？哎，我都忘记了。啊，young hit down，哈，黑鸡的关系嘛，随便改就行了，因为之后也是可以换的。来看看呢、啊，到底在哪里？哇，就是这个了。今天送他这个农夫午餐，到底会不会两颗星？啊，有了，是不是可以进了？耶、yeah！我终于可以拿到这个传说中的裤子啊！竟然在 money 这个家，哼哼哼哼！相信大家都也知道什么意思了，哈哈，就是村长跟这个 money 是一对的。1年后，村长的裤子终于找到了，哈哈，整一年了，真的。哎，你不要吗？啊，你在哪里找到的？哼哼，我不知他就是在什么地方。这个是你跟我的秘密，哇的样子很生气，这样的 OK 吗？到底有没有加 love？啊，有啊，2颗星。好耶，为何 Sebastian 会在这个 clinic 的？哼，哎呀，我要给他这个，这么给不到，哎。奇怪啊，哼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我会裸体，怎么这样讲呢？到底要 check 什么？哎，给他送他这个了，送他一粒三鸡蛋，我就走了。不知不觉就玩了10天这样多，那我们就先到这里吧。夏天的4号，下一集我会告诉大家到底我选择了谁，就是作为这个成为好友啊。因为我已经弄清楚了，到底要送什么给什么人，好吧？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欢迎你按 like、subscribe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各位。